哎呀，可以嘞，可以嘞，有机会到俩地方联系你哈。早年我觉得还好嘛哈，啊，只要能吃饱就行了。对，蜂蛹是今天走的，今天走蜜蜂时候遇到的，就在蜜蜂蜂巢边上，没得随便把它拿捏。我不副官的，我这个账号不副官哈。只要吃得饱就行了，饿不死就可以了。哎，今天这面条咋生了吃起不香？现在没什么一锅子了嘛。刚我们这个哈，就是，只要每天能保持走的一群蜜蜂，最低的是有几百块钱的。如果是大强群蜜多那种的，哎，都有可能，有可能是2000这些。一身蜜猴头，我都没遇到，这边山上我都没遇到。班里也是人家的，人家种的那种不敢去采哈，他那时候做脚都打断。啊，黄哥子今天吃的是面，蜂蛹拌面。吃饱就行了，没必要，要去挥霍吃什么山珍海味哈。又不是要去和那些有钱人些比，我们只要能吃饱用力些干活就可以了。有点恼火的，还好，只要吃饱用力些干活就行。我们这边一身蜂蛹话是80-90嘛，但是我们自己都不出的，我们自己留着吃，最少要三菜一汤。老弟，我们在户外，在山。回来随便煮碗面条吃没啊，睡一觉，第二天记得干。最主要是自由，跟我们这个没人管，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
哎，这位置感觉也不错哈。拿起来的话怕有狗牙果才得行，那个不得狗牙果怕真吃不动。我追风设备我都只用望远镜，无人机我没用，加根火腿肠。下次因为我们也是才刚开始出来，很多东西都没准备好，哎，下次搞点鸡蛋，哎，搞点火腿肠些啊，补充好能量，再搞点大白菜，带点孜然米饭。我们待时间不就大概就是两三天，这次不待了。养鱼带得的，今天刚刚我们就是先炸洋芋吃，再搞面条，再吃蜂蛹的。要得要得，我过个时候我给你发消息。得走一个星期我再回来，如果资源好的话走十天。我挖的蜂子蜂蜜全部出的，全部出了，除了小蛋群，小蛋群的话没人要，只要是强一点的全部出了。这个时候应该不会有飞蜂了，要的人多了解啊，是你不晓得，我在自己供不应求，不然我哪有这么好精神这么卖力来挖蜂子。目前我蜂子蜂蜜都不够出，这水这撑到明天了。蜜蜂不来，蜂蜜来了，我们这边啊，现在蜜蜂已经大上街了。便宜，一般就是两三张，不是不出，是两只一出。我只负责给他打包好。可以可以，明天如果有网络的话，我全程开播走嘛，你们不会走的你们就可以看我是怎么搞的，你们可以去试一下。不讲出不出，没自己搞点野生蜂蜜吃也要得嘛，那个才是真正纯天然的了嘛。反正每个地方山上都有啊，自己学会走门，自己去挖点野生蜂蜜回来吃，挖点回来给老人小娃儿去吃啊，这是非常好的。对，我这是开播用的这招，用望远镜。